Hello， 我是你们的 Jackie 老师。你在为记忆英语短语而发愁吗？试试每天的数五分钟，让我带你看公式、听例句、记短语，配合元音，熟练掌握这些生活短语。Call on， 拜访、请求 ，call 访问 ，on 针对，合在一起就是拜访某人。Call on 可以解释为拜访某人，但是 call 作为访问的概念已经很少使用了，属于英式用法。如果要表示拜访，那后面通常会加上介词 on 或者 at。 我们用 call on someone 或 call at 后面接地点的两种用法。 I'll call on my uncle tomorrow.Let's call at his place. Call on somebody for something. 要求某人做某事。He called on his friends for help. He called on his friends to help.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关注我们，留下你的收获或者疑惑。更多更好的英语干货和学习技巧等着你哦。英语学习路上，我们一起成长。